我有一个很让我骄傲的儿子，他很爱笑，工作很有上进心，再苦再累也从不抱怨。他很有爱心，喜欢小动物，在朋友中间他也是个很会照顾别人情绪的孩子。出门在外，哪怕是陌生人，他都是能帮一把是一把。他对所有人都很温暖，除了我。你看这个饭菜怎么样？可以，我先上班去了。以后你见到你妈妈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先把电话放下？你能不能对她好一点？我怎么对她不好了？